网上近日疯传一段影片，影片长26秒，见到双双喺港铁车厢内，有身穿红色羽绒嘅大妈正举起手机睇紧片，仔细一睇大妈背后玻璃窗嘅倒影，就完全出卖咗佢。原来大妈疑似正喺度睇成人影片，而且画面光影晃动嘅速度，估计系相当激烈嘅影片。影片上个礼拜五被上载到社交平台群组，由于片段里面大妈及旁边乘客都着咗长袖、厚外套，估计并非系近期拍摄。其他网民睇过影片后笑翻，都有网民分析，可能系大妈睇网上影片嗰阵弹出咗相关广告，并非有心观看。